校长、主任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。我是班联会主席，这个甲班徐世锦。来到达尔三公里来学习很多书面上的知识和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这些都要感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，也谢谢老师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教导。在这里，仅代表所有同学和老师致上最诚意，我祝福校长和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由许世吉主席带领各科的代表，还有大家要献上一首歌给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。
每次到特殊的节日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哦，他们会特别想到老师。那最近也有很多同学回来看老师，他们很想再回到达人的大家庭，让老师念一念，让老师对他说一些人生的大道理。所以其实每一天都应该要非常尊敬我们的老师，每天都是教师节，每一天都是母亲节，每一天都要让自己更好。在这边我也代表所有的同学感谢所有的老师辛勤的教诲。